王毅正有机会扛开幕战。记者黄志源社。记者倪婉勋台南报道。中职29年公办热身赛今天开打，但3月24日开幕战的对战先发投手已经呼之欲出，桃园左投王毅正有机会扛开幕战，面对可能由前队友赛格威先发的中信兄弟。义正的状况很好耶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个时候的状况这么好，球速都有投出来。桃园投手教练吴俊良表示，王毅正在出征北海道之前的球速就有到140公里，认为他今年是有备而来，也会跟总教练洪一中建议开幕战由本土投手来扛。32岁的王毅正今年月薪42万，他从2月1日向球队报到以来，就让吴俊良有准备好才来的感觉。吴俊良说，他在传接球时就可以吹了，感觉就是准备好才来。对于今期公办热身赛的安排，桃园也已排定前4场由道恩斯、克恩詹士、尼克斯和王毅正先发。在公办热身赛结束后，桃园也会再安排和重越的热身赛，届时王毅正也会再出赛调整。尽管王毅正很有机会扛下开幕战，但吴俊良也说，还是要看热身赛的调整状况。至于桃园在开幕战的对手则是中信兄弟，也在明天公办热身赛就要碰头，则将上演前兄弟洋投克恩三世面对老东家的戏码。Let me go， 桃园投手王毅正。记者黄志源社。 Let me go， 桃园投手王毅正。记者黄志源社。